今天排到一个不太上演的橘右京，直接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开局我以为他不会玩，小小针对了他一波，然后在他坟前打了个尿叉，我跟你没完，你等着我。可就在我准备帮他接电玩瘾的时候，接下来让我眼前一亮。啊！这你们看的伤害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最看的接下来是什么玩的？先是一刀抬腿，一个墨汁，然后明刀被打了出来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。 你看，把这个扁鹊吓得，打完这把之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去训练营试了一下。他妈的，有这种事？开把实战练一练，练你妈呀！你爹我野区都没刷完，这帮鸟人就已经打得音量键嗡嗡作响，一天天正事不干，就知道团团团。来了来了，你说为父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总不能空手而回吧？还有你，娘们，你跑！ 真乖，服了！这狼狗怎么刚出门又回家了呀？你骑的那玩意到底是狼还是电瓶车呀？你有驯养焦虑是吧？还有你，男人婆，虐畜是不对的，交产也得死。又打起来了，又打起来了！我丢，刚是什么脏东西拉我脚了？啊，原来是踩在狼狗的坟头上呀！我就说嘛，打不了赶紧跑吧，小小米老鼠别追了，别追了！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为父可就要反杀你了哟，狗东西！ 刚什么东西飞了过去，就你手贱是吧，钟馗？哦豁，怎么还带买一送一的？太打那，太打那！那为夫可就不客气了哟。这个四杀我笑纳了，笑你妈！四杀被抢了俩，亚莲，我祝你下半辈子八把跟东豪对线。来了来了，装备差不多成型了哟，来个倒霉蛋让我捅一下。钟馗，你应该跟他肾结石似的，就别自作多情了，我一秒都不想看到你。自觉点，给爷爬，甄姬让我捅一下，很快的，不会痛的。哎，二，满血秒了，到你了，钟馗，人中有一死，或轻一红毛，或轻一鸡毛，都别选你，还是选你妈，自己挑吧。神装了，神装了，来个倒霉蛋让我捅一下，爽。